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由30多个地点组成的长方形遗址群。马木河的南岸，原来有3个大土堆，被当地人称作三星堆。它位于东经104.2度、北纬31度的地方。有关三星堆名字的由来，我们可以理解是当地人世代口传的结果。那么三星堆的堆，在四川人的口语中有人工累积的意思。我们或许可以把三星堆理解为人工累积的3座土台。中国古代书籍中有许多人工累积高台的记载，在《山海经》中就经常提到丘、山、台、坛、墩等。1986年，考古者对三星堆古代遗存的揭露，使众多器物重见天日。由于这些器物的一大部分带有令人费解的造型含义，古代典籍又缺乏详实的记录，以至于它们以奇异的姿态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令古今对话的今天异放瞠目结舌。当发掘现场的唏嘘声渐渐落定，人们开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构建起对话的通道，而这个过程可能非常艰难，也可能相当漫长。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兽面具。青铜兽面具是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体高65公分，体宽138公分。与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铜人头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兽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5厘米，长度达16.5厘米，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相。与凸目面相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相的眼睛造型均突出于眼眶。艺术家最初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呢？这些作品的拥有者是谁？他们的祖先兴起于什么地方呢？《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古蜀先民是来源于岷江上游的话，那么也许能从那里发现一些先民遗留的痕迹。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那么古代的羌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生活在茂县蚕陵重镇的人们叫做蚕丛羌，他们认为自己是蚕丛氏的直接后裔。这个地方的石头很怪，传说这片大石头林就是蚕丛的故里。1933年，
残陵重镇被一场地震彻底摧毁，整个古镇沉没在湖底，仅留下一座残破的门洞。今天的羌族人也许就是古羌人的后裔或是一个分支，他们的五官虽然经历了血液历史的一次次打磨，但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一些特征。当然，我们将今天的羌人与古蜀人建立一种渊源联系，还只是多种假设之一。龙慧先生认为，突木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是蛆及其异称等与四川古史传说和神话传说相关的具有神性的鸟类。说文中就有关于蛆字的解释，蛆两个大目呈圆形，好像是鹰隼的眼睛。江章华、李明斌先生认为，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鸟的形象，也许可以说明古蜀的先民对于鸟赋予了别样的意义。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方古族对鸟形的崇拜同样存在，这其实也构成了另一种假设，古蜀人可能源起于东方。龙慧先生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试》一文中指出，人形突木铜面像的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沟喙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一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那么鱼和凫又可能分别代表着什么呢？胡昌玉先生的见解是，鱼凫是统治三星堆王国的第一个领袖概念的王族，这个统治阶层会不会是由两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合并而成的呢？我们无从知晓突木制造者的原始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它的使用途径就是祭祀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制造者当初追求的就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效果。这种效果首先是集中在对眼睛的设计上的。说到眼睛，也许可以从甲骨文中的蜀字谈起。学者们发现，在甲骨文中，蜀字有20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字是后来发展的，从一只虫到两只虫，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显然没有人能戴上体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说突木面具并非面具，它是一张被夸张的脸，是三星堆王国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现实的脸。朱迪先生说，面具所代表的不是人们通常所熟悉的面孔，它是常人所没有的，它要引起的不是亲近感，而是陌生感，因为面孔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所可能有的表情，所以它不受人的五官所支配，可以任意夸大一部分或缩小一部分。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力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
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金面罩出土于1986年7月27日。金面罩残高11.3厘米，残宽21.5厘米。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同时出土的一只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发掘简报公布的这件器物，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识意图。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便像黄河下游的古族那样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于是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在三星堆的2号坑中有2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官人像，它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作为上半身的兽首官人像和作为下半身的人身鸟爪形人像相比，显得体量小了，表明2件器物不是同一体。但是从这2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又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戴异形冠，身着对襟短裙，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这件青铜立人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看到它从腰部折断为2节，人像腰部有明显的被钝器敲砸的痕迹，背部曾被重击，打掉的4块碎片散落在离人像身躯较远的地方。人像冠的边缘被砸成卷曲状，部分已残缺无存，底座部分已经被打瘪了。可以推想，当时击打的力度是相当猛烈的。修复后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与底座通高262厘米。人像是采用分段浇筑，然后采用嵌柱而成的，身躯上有2处嵌柱接缝，左右手臂上各有1处嵌柱接缝，左右足底有1卯凸与基座台面嵌柱在一起。人像是中空的，出土时还存有泥心。立人像面部特征
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发现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力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大力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力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地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典、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他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三星堆的艺术家为立人像设计这套服装时，对穿衣者的身份显然是有所指的。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刃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刃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鸟冠铜人像、千寿铜人像、跪坐铜人像、铜树座跪姿人像、半跪铜人像的服装都属于这一类衣服。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一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衣服没有领子，前方衣襟交错，衽部呈窄短的三角形，腰间束有宽带，身后一条宽布带从腰带下绕裆部。他的下身穿的是一件独鼻坤一类的服装。跪坐人像的服装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石雕立人像的服装上，我们能看到类似的地方。三星堆跪坐人像的坐姿是双腿振跪，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部。这种跪姿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坐姿是有区别的，是中原地区商周时期人们传统的正规坐式。跪坐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坐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在中国至少在汉代的时候还没有使用椅子。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材料中看到跪坐的人们交谈或用餐的情景。椅子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引入中国的。从公元366年起，天竺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传入中国，华夏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逐渐被垂足端坐的方式取代。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坐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别有用心的是跪坐人物的表情。他们创造出
大丽人不可一世的姿态，与跪坐人像呲牙咧嘴的神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否可以看出三星堆人面对中原人的强势所具备的自信呢？孙华先生认为，跪坐人像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服装样式和坐的姿势全然不同，它应当表现的不是三星堆社会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于当时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认为，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考古者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一件陶器，名为小浅盘高柄陶豆。在这件器物上，人们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符号，它是一只正式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符号却大量的出现在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当中，它们有纵向的双眼、横向单眼、对称单眼、横向单眼等等。有一种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名为镶嵌绿松石铜饰牌，它们是在1987年与三星堆古城的北部偏东一个叫苍包包的地方，被几位砖厂的工人挖土时偶然发现的。铜饰牌的造型与工艺很别致，在中国只有中原地区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二里头遗址的铜饰牌分别出土于1981年、1984年和1987年，其年代均早于三星堆出土的铜饰牌。从铜牌的图案与形状分析，三星堆文化的铜饰牌是排列在二里头文化之后的，它只可能是从二里头文化中发展而来，而不可能相反。铜饰牌应该是悬挂在胸前或系在腰间的一种衣服的装饰，而服装往往是具有族别特征的标志物。我们判别一个人属于何种民族，通常是从他的民族服装入手的。从1929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斧形器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仅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斧形器就多达23件。而这种器物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斧形器更是重要的玉石礼器。三星堆的斧形器几乎具备了二里头文化所有的种类，而年代晚于二里头。这种传承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三星堆的陶器有许多种，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极其相似。在这些颇具特色的陶器中，数量最多、沿用最久的是傣族封口陶盒。尽管它在造型上有其自身的演变，但还是二里头文化传播的产物。从这种传播的现象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呢？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致性的器物，是不是在明确地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些众多的形态各异的眼睛象征物，并非来自三星堆当地的原始文化，
而是来自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现在的一个推断是，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曾经有一支人群，他们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随即引出来一段远古的传说。在夏代时期，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名叫有民氏。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民氏部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的位置。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曾以武力攻击有民氏，有民氏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在《楚辞·天问》里，就有关于夏国的军队追杀有民氏部族的记述。孙华先生认为，蜀人最初兴起于黄河下游的山东西部，到了夏代以后，生活在山东西部的蜀人已经离开了故地，他们中间的一支人群迁徙到今河南省西南部，而另一支人群则迁徙到更为遥远的陕西南部乃至四川的成都平原。固定到成都平原的这一支人群，后来参加了协助西周灭商的战役，他们就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那么这支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的人群，即便是两手空空，却一定传承着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存留着故土的生活情节。他们积累的经验与记忆，在三星堆文化中不可能无所作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三星堆的器物中发现了众多的东方古族的信息。大约在三千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棵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当一件又一件器物面世的时候，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我们无法测知那些坚实的树干和傲然的自信曾屹立过多长时间，只能在古代的典籍中捕风捉影，寻求踪迹。直到有一天，人们揭开坚硬的土壤，重新拼接起断裂的零件，才仿佛找到了一把破解神话的钥匙。而真实的答案可能已经离我们远去。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六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青铜神树被埋葬的时候经历过人为的损毁，众多断裂的零件或散乱地丢弃在坑中，或荡然无存，以至于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经过修复的一号大桐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由多节套接拼合而成。树干上套有3层树枝，每一层伸出3根枝条，全树共有9根树枝。第一层树枝靠近根部，第二层树枝在树干的中段，第三层树枝靠近树尖。树尖下有一镂空漩涡大圆圈。第2、3层树枝下的树干上也铸有镂空的漩涡纹大圆圈。所有的树枝都像柳树一样柔和的下垂，各层树枝的形态大致相同，都是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每条主枝的枝头也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枝头又包裹在一长一短2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3根枝条中都有1根分出2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4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龙的头部上昂，前足支撑在底座上，颈部有短翅，身体如粗大的绳索，尾部已经残缺。三星堆的2号桐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圆盘底座。3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1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3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这与1号大桐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1号大桐树。三星堆的艺术家在设计大桐树的时候还强调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是从龙身上分支出来的小型部件，它们所传达的视觉语汇对今天的人来说显得神秘莫测。当时面对神树膜拜的人们对于这些符号性的造型和图案一定是心领神会的。三星堆的大桐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我们在青桐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于垂挂器物的窗孔，那些垂挂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们可能是在桐树被折断时与桐环分离的。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它们后来被赋予了新的名称：鹰形铃、鹰形铜铃、鸟形铃器、花形铃和蝉形铃等等。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桐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
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用青铜铸造许多棵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青铜在当时是极端贵重的金属，完成若干件神树必将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工。三星堆王国集中了最顶级的工匠，他们完成这项工程所具备的心态是从容不迫的，为作品所动用的手段灵活多样，其中就有铜叶卯焊、铸卯和铸接的工艺。苏荣玉先生在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三星堆铜器有两种特别的工艺不见或罕见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铜器上，一种是用铸卯的方式连接部件，另一种是铸后切割开孔的技术，它们的来源和流向都是值得注意的。三星堆铜器应当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铜器工艺，这就是分段铆接工艺。这种工艺是把比较难铸造的大型铸件和一些特殊器类先分段铸造，然后再把各段套接起来，用铆钉连接固定，使大型铜器的制造更趋简易。按照通常的认识，分段铆接工艺出现的较晚，最早也不过战国晚期，秦汉时期才流行开来。秦汉时期的大型铜车、铜马、铜人基本都采用了这种新工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的铜器工业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新工艺。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在古代的四川地区，有无文字或者说一些器物上面的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没有一个文字，但古蜀人有一些符号性的图案，看上去是有特定意义的。有一件章，上面刻有许多图像，图像所传达的视觉语汇很不寻常。其中在两座山形图像之间漂浮着一只船形的符号，它意味着什么呢？黄建华先生认为，章上刻画的太阳和山岭的图案是古蜀人太阳崇拜和祭祀神山的情景。那么对两山之间的符号又怎么解释呢？陈德安先生的读解是，这个符号是一条船，船上有人，这条船是运载死者灵魂的交通工具。黄建华的理解是，将图形看作运载灵魂的船是不错的，但船上并没有人，两山及船所传达出来的是天门的象征。我们从三星堆文化以后的蜀人兵器上能看到许多符号型的图案，这些符号传达出的视觉语汇也许是武装力量的番号，也许是武器使用者的名称，也许是征服对手的誓言，总之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李学勤先生指出，所谓蜀人没有文字的说法，是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文字指的就是汉字的系统，
而蜀人曾经使用过的可能并不是汉字。三星堆文化已经表明，在久远的四川盆地，一个高度发达的长江文明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样一个文明世界里，人们与外界的交流程度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以及众多的其他器物都经过了修复，这些器物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曾耗费了一个国家相当巨大的财富。考古者们发现，埋葬坑经过了人的刻意设计，两个坑的方向一致，与三星堆城墙的方向相同，坑的形状规整，壁面经过了修缮，坑两侧的道路也做对称排列。这些器物经历过打砸和火烧的过程，它们倾倒在坑中时不是随意丢弃，而是有规律的堆放。如此众多而贵重的国家礼器为什么会遭受损毁和掩埋呢？在三星堆王国曾经发生过什么重大或激烈的事件呢？孙华认为，起因很可能是统治阶层的分裂。他的假设是，在三星堆王国的末期，三星堆执掌权力的两个氏族在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从而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在冲突中，三星堆城和神庙可能遭到了严重破坏，神庙内的器物被火焚烧，并被倒塌的神庙砸毁，三星堆城变成一片废墟。两个冲突集团开始放弃三星堆城，分别向附近的成都和陕西南部转移。大概认为三星堆神庙中的相设和器物已经损毁，再使用有不祥的可能。最后离开三星堆的王族，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后，将这些不能再使用的器物掩埋了。这以后，一些新的城邑开始崛起。在今天的彭州市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城，在今天秦岭以北的宝鸡市出现了一个名为鱼的国家，在今天的成都出现了一个新的王朝，那就是后来的蜀国。一个被废弃的城市消失了，没有文字记载它消失的原因。三千年前，一个王国的繁荣与喧嚣戛然而止。以后的三星堆，时间只为天下的植被计算生长与枯萎，历史的舞台已经远移。直到公元后20世纪，一个巨大的秘密被人们发现。当今天的人从坚硬的土壤中取出千百块文明的碎片，重新将其拼合时，一个王国的骄傲得到了恢复。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三千年前的作品本应该摆放在什么样的空间里。所以在古城遗址旁的一座建筑中，这些器物只能按照人们的阅读习惯一一陈列。尽管如此，三星堆铜像在本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所具备的表情
依然会穿越旷久的时间，以绝对的优越感注视着我们。这是古人的力量。今天的人面对三星堆器物所产生的陌生感，源自于没有答案的秘密。喜欢猜想与求证的人们，试图从多种路径接近古代事实。于是，三星堆在另一种形式中复活。